在彼岸，天边的小姐呀，下郎在娘，对我现在彼岸金海娘，只要你们一回向谁来共出醉呀，你哪会等我绝对是无底线。天仙，我若听为着我的终身在世，世上第一操烦，一路今日你解救阮姊妹的性命，你真在阮的心上，阿爹做主，从我亲情逼迫你为妻，虽然阮一时是妒忌，输得的这剑心对你回转。如今你看我这般的模样，你伫咧讲，你看你放弃这层的亲情，何故倒转你家门，是不是？我唔对。这是富家女，我是善良人，实力相差这么多，因为我是一个靠主人，我知书晓呢。看你一举一动，我都会了解。你若是后悔，还阁来得及，你马上挂回头。要若无呢，你若对我吃苦，我恐惊呢，一世人会去耽误你。从今以后，若是安尼落去呢，叫我面真痛苦。我是鼓励你回去啊！你讲的拢是你的真心话。对。哎呀！看伊故事啊，这呢呾那孙啊，真心爱我，你想问？Oh,